哈喽，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UP 主的频道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酷睿 i7 11700K 的核显简单测试。实际上，在两周前，也就是 11700K 首发的时候呢，我就出过一期视频，但是那时候没有测核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华擎主板提供的这个驱动呢，它无法正常运行，也启动不了游戏。后来我又重装了一次系统，然后通过 Windows 的自动更新呢，更新了这个核显的驱动，哎，没想到就成功了。然后这个核心也能正常的录制视频、玩游戏、剪辑啊。 幺幺七零零 K 这个核显呢是 Xe 架构的啊，全新的架构，它比我之前那块六七零零 K 的那个呃 UHD 五三零的核显好太多了，特别是四 K 剪辑视频呢，终于没有那么吃力了啊，流畅了很多。我并不是拿六七零零 K 和幺幺七零 K 来对比，因为这两个并不是同一个级别的，我只是呢来看一下这六年以来英特尔的核显发展到怎么样的地步，发展的幅度多大。像现在这种显卡很难买啊，涨价很离谱的情况下呢，买个带核显的处理器还是很不错的。 首先，我们先看一下 PC Mark 的跑分，然后 3D Mark 的跑分。接下来是《全境封锁二》幺零八零 P 最低画质的帧数对比。接下来是《守望先锋》幺零八零 P 最低画质六七零零 K 的最高三十帧啊，平均二十六帧。最让我意外的是，用幺幺七零零 K 呢，玩《守望先锋》幺零八零 P 高画质哦，高画质居然可以稳定七十帧。 这个卸的是游戏，我测的不多，因为我的电脑呢主要是用来视频剪辑的，不是用来玩游戏的。我主要用 Xbox 来玩游戏的。虽然我电脑两万多，但是呢我不用它来玩游戏。接下来是用 PR 来剪辑 4K 视频，然后在拖动时间轴预览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 11700K 搭配核显的话，CPU 占用率很低，在八分之一分辨率的时候呢，占用率百分之十二左右；在完整分辨率的时候呢，占用率百分之三十左右。因为大部分解码的工作交给核显来做了，比 11700K 搭配2070确 u 占用率还低。 你会发现幺幺七零可 K 搭配二零七零 Super 呢，在二分之一分辨率的情况下呢，占用率百分之六十左右；然后在完整分辨率的情况下呢，CPU 占用率直接百分之百。暂时还不知道为什么搭配二零七零 Super 呢，啊，CPU 的占用率反而更高，然后预览起来更卡。 但是我们在任务管理器中可以注意得到，2070 Super 呢解码的占用率百分之零，它貌似并没有在做解码的工作，而是把解码的工作全部都丢给 CPU 做了。而如果你搭配的是核心显卡，你会发现核心显卡呢它有在做解码的工作，分担处理器的压力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核心显卡剪辑 4K 视频起来呢会比搭配独立显卡还轻松的原因。而且英特尔非常注重视频剪辑啊编解码的性能，所以说每次升级换代呢都会升级这方面的性能。 我两个月前买的 M D 五八零零 X 简辑四 K 视频呢，也是这么的卡，三六零零更不用说了，卡成屎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创建代理，切换代理，就会发现四滑般顺畅，而且 C P U 占用率很低。关于创建代理的教程呢，我之前有出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可以优化你的四 K 视频剪辑流程啊，节省时间。 这只是解码方面的一个对比，但是编码的编码的话我就不用测试了。不过还是得跟大家提一下，无论幺幺七零零 K 搭配核显还是独显，我视频压制渲染，也就是编码的参数呢，都是 X 点二六四纯 CPU 编码，我不用显卡来编码的。虽然 X 点二六四编码慢了一些，但是它的画质更好，而且我这个方案已经很成熟了。我之前也有出过教程，我这个压制方案呢，可以保证很好的画面质量，很好的速度。 当然，这边辅助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英伟达的 CUDA 或者核显的 o p e n g l 都差不多的，因为只是辅助而已。大部分工作呢还是 CPU 在做的。说完视频剪辑，我们来说一下视频录制。如果你只是幺零八零 P 的直播录制的话，那么呢，无论是纯 CPU X 点二六四编码，还是核显加速啊，还是英伟达的 n v n c 加速啊，都是可以的，都可以轻松胜任的。如果你要四 K 视频录制的话，建议八核心处理器起步，就比如说幺幺七0零 K、五八零零 X，而且建议八核心处理器搭配英伟达显卡来使用。 因为无论是 X 点二六四或者核心加速来录制 4K 视频啊，确实是很吃力，而且呢画面会有点卡。如果你用四核心的六千零 K 来录制 4K 视频，那更卡，直接百分百占用率，卡的要死，帧数骤降。总的来说，录制 4K 视频还是得用英伟达的 n v n c 编码，画面就会丝滑般顺畅，4K 六十帧稳定录制。 如果以后有空的话，我会再出一期 OBS 的教学视频，教大家如何提升你的直播录制的质量。然后 PR 呢，也会再出一期视频，教大家如何压制出更好的视频，画质更好，细节保留的更多，体积更小。我做 UP 主六年呢，积累了很多技术类型的啊直播录制的经验。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的话，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哦。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，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。好的，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